战国末年，中原地区战乱不休，秦王荒淫无度，无心朝政，秦相妖言惑众，独揽大权，神州大地生灵涂炭，外有异族犯我边境，所过之处遍地焦土，热血男儿身逢乱世，唯有揭竿而起，驰骋沙场，才能守护心中挚爱，才能造福天下苍生。重重剑雨，刀光血影，就算这是一场一去不回的战斗，我们也将义无反顾，血战到底。尸骨哀嚎，兵器呼啸，暴秦不顾天怒人怨，只是彝族夹击我军。黑暗来袭，战况急转直下，顷刻间血流成河。绝望还是希望？死亡还是生存？毁灭还是新生？只要心中有信念，有热血，光明必将驱散重重黑暗，英雄必将浴火重生。